北京环球影城园区当中有很多电影的复刻场景，比如说《小黄人乐园》等等，这些复刻场景都是如何建造的？我们跟随记者一探究竟。来到环球影城的各个主题园区啊，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发现相对应的经典电影中的场景还原。那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，就是《侏罗纪公园》中一个非常经典的建筑。那刚才设计师也是告诉我说啊，其实想还原这样的一个建筑呢，难度是非常大的，因为在建造初期，他们是只有一个造型图，却没有设计图。拉岛是在电影中是一个火山岛，而且它的颜色啊，什么都是。是火山过后的那种场景，包括有些地方还有恐龙的爪印，做了100多种模板。小黄人乐园更是以沉浸式娱乐体验吸引着游客。据了解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电影场景中的特色建筑，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雕刻师、上色师共同完成了200多种风格类型的纹理制作，超10万平方米的主题景观雕刻上色，具体自己深化。深化到每一个构件的尺寸，像窗台啊、甲窗啊这种构件，这些构件是非常有难度的。